原标题：火爆中国影视圈的狄仁杰，神探之名竟是西方人所为。作者：我方特邀作者小诸葛。最近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上映，备受关注。在剧中，赵又廷饰演的狄仁杰霸气满满，武艺高强，推理精准，刚正不阿，极其完美的演绎了侦探形象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之中，刘德华则饰演的是一个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狄仁杰。而神探狄仁杰这部电视剧中，胖乎乎的狄仁杰一肚子智慧，身边有着忠心耿耿的李元芳等人，屡次侦破那些企图颠覆五洲政权的案件，深受武则天的信任。这些角色都塑造了一个人设，狄仁杰是个神探。那么狄仁杰真是个神探吗？一、探案水平如何？十载军人杰，一奉中尉大礼成，周岁段治愈17000人，无冤宿者。一年中，狄仁杰连续破获积案压案多起，涉及到17000多人，没有一起冤案。五位大将军全善才不小心砍伐了唐太宗昭陵的柏树，狄仁杰认为罪不当诛，甚至不惜与皇帝发生争论，最后保全了全善才的性命。如此看来，狄仁杰虽然断案如神，却不一定探案如神，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青天大老爷的形象，刚正不阿，秉公执法，但并非是我们所想的福尔摩斯的形象。二、神探之名如何形成？关于狄仁杰探案的故事，最早是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，后来在清光绪的年间，有一作者广泛搜集这些故事传说，然后借鉴施公案、百家公案等小说，创作了狄公案一书。书籍内容主要是反映狄仁杰人现令时破获的奇案怪案，以及狄仁杰任在相识整肃朝廷纲常的案子。但这部书描写的尚且是狄仁杰断案如神的故事，在其中莫过于狄公四大奇案最令人啧称奇了，其中不乏一些戏剧色彩浓烈的案子，例如在一次破获周氏谋杀亲夫毒杀女儿案件时，周氏酷刑之下仍不肯招认，众官吏竟无可奈何。狄公灵机一动，将衙门布置成阴间的样子，自己坐在上边佯装阎罗，三堂六殿大审周氏谋害至亲，害怕鬼神，受此惊吓忙不迭地将如何杀人的细节全说了出来。而反映狄仁杰如何探案的作品，就是后来民国时代高罗佩所编的《大唐狄公案》的。高罗佩此人是个荷兰汉学家，痴迷于中国文化，当他看到狄公案时，便被其中狄仁杰的形象所吸引。但在他看来，狄仁杰的故事还可以继续完善，狄老并非是一个窝在府衙之中拍惊堂木的县官大老爷，他应该是一个游走于街巷之中寻找线索的福尔摩斯。于是在高佩罗的笔下，一个新的狄仁杰产生了，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破案风格，不拘泥于法律条文，注意变通和证据线索。在书中，高佩罗别出心裁地加入了许多国外侦探故事的元素，除少数案件是继承狄公案原书之外，大部分案件都是高佩罗借鉴各类小说后编造而成。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狄公案，这一案子极具传奇色彩，既有名侦探柯南之中的扑朔迷离的犯罪手段，又有着中国传统色彩的奇闻异说，背后也有像神探狄仁杰电视剧一样的惊天阴谋。从丁虎国将军舒斋离奇毙命开始，一幕幕的奇案浮现，再到三个和尚报案金佛像离奇失踪，白兰姑娘人间蒸发，到处致使遗嘱的离奇发现，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阴谋，这阴谋竟是离奇的谋反大计，而这一阴谋跟处致使的迷宫息息相关。就这样，一个鲜活生灵的名侦探形象便跃然于纸上。他与社会各界人士打交道，妓女、僧侣、道士、外商，每个人都是他的线索来源。此书在国外出版，引起轩然大波，
掀起一股东方福尔摩斯的阅读潮流，蔚为一时之风。《大唐狄公案例书》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，包括瑞典语、芬兰语等小语种，并且还被拍成电影。这狄公也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，成了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福尔摩斯。建国之后，有关狄仁杰探案的作品层出不穷，其中连环画、影视作品等也大多以高罗佩的《大唐狄公案》为蓝本创作，于是狄仁杰在大家心中的神探形象便被人为的确立了下来。史料来源：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狄公案》《大唐狄公案》，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